答错！你准备好了吗？还没。Hello，你好，新年快乐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巧巧。巧巧你好，我叫信南。你是什么星座？我是天秤座。哦，我是摩羯座。摩羯座，你为什么要戴帽子啊？因为我刚退伍。好，那我要开始问第一个问题了。好，你觉得过年的时候，然后亲戚问我最荒谬的问题，好，然后一是今年胖了几公斤，二是我这个身材是不是有打药注射药物？然后三是我在学校都在玩吗？应该是二吧，你这个身材有没有打药？好，这个太荒谬了吧。答错，答案是三。三？对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亲戚都以为我在学校都在玩，没有念书。可是你看起来蛮乖的。对，我也觉得我越来越乖。自己讲。也印好了这个颜色。要好好画。好。好。好看吗？好看。换我问问题。一样是过年时我亲戚问过最让人觉得生气荒谬的问题。第一个选项是什么时候要结婚生一个小孩，然后第二个选项是做什么工作薪水多少，第三个选项是还记得我吗？我觉得一应该蛮正常的，但是问二的话有点太直接了，不太礼貌。那应该是三。答对了，这样我就不能画你了。好，帮我问下一个问题。好，过年的时候亲戚问我结婚了吗，你觉得我通常都怎么回答？一，早就结婚了。二，反问他你儿子结婚了吗？三，哦，我刚离婚啊。应该是二吧，这样就可以把问题丢给他，你就不用回答。好，你答对了。真的吗？好，我问你下一个问题。好，哪一个是我们家过年没有的禁忌？一是不能睡午觉，二是不能从别人的口袋拿走东西，第三是初一不能洗头洗衣服。我觉得应该是二。二吗？确定？答错哦。答案是三。好，答案是三。因为我们家初一没有在管这个。哦，真的哦。太棒了，终于换我画你了。那我选这个，男士清爽 BB 乳液。我来帮你画美一点。好，帮你涂喽。好。我故意要挤那么多，这样看起来比较好笑。你好坏哦。还好吧。好，完成。我对我的作品很满意。换我出问题。我们家过年的时候最奇怪的习俗：一，刮刮乐洗完澡才能刮；二，过年期间不能拍别人肩膀；三，不能喊别人名字。但是一啊，一感觉就很怪啊，为什么一定要洗澡后才能刮刮刮乐啊？这么简单吗？超简单啊，我答对了吗？啊，你答对了，是我答对了，完美。那我继续问问题，哪一个是我过年必看的贺岁片？第一是《嘀咕嘀咕新年财》，第二是《大伟如曼》，第三是《花甲男孩转大人》。答案是三。为什么？因为一跟二都比较老。我的答案是一。答案是一。嘀咕嘀咕新年财，这样才会吉祥。所以你答错了。对，我答错了，完蛋了。差点忘记，那我要继续完成美美的妆容。手下留情。这个好了，眉粉笔组合，帮你画点眉毛。好像不用了，我眉毛已经蛮粗了。这个好，这个看起来特别浓密。哦。超浅色的，我的天啊！真可。
可爱。好，换我来出题。哪一个是过年的贺岁片中我最喜欢的经典台词？第一个，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，我却用鼻孔迎接光明。牌越烂，我越要用心打。这二三，年轻人终究是年轻人。三，年轻人终究是年轻人。啊，为什么不是一跟二？三感觉就是男生都会挂在嘴边的，都想要数落屁孩。没有答对，是不是有偷看我的答案？真的吗？我答对了。这样换我问问题。好，一样是问贺岁片中我最喜欢的经典台词。第一个是打麻将不要赌身家，第二个是麻雀回来必有因，第三个是越烂的牌越要用心打。那我觉得是三。答错。答对。答错。答错。真的假的？哦。麻雀回来必有因，就是事情都会有因有果，所以你有答错啦。好，我们又要再换一个咯。好，选一个哦，这个好了，双头护唇膏。好，这个可我需要。嘴巴很干吗？对，它有两边，一个是润唇膏。它另外一边是什么？它另外一边很酷哎，它是双头的。这男生擦好像不会很明显什么的，可爱的小丑唇，完成。好，最后一题，过年打麻将的时候，我有的癖好或是迷信：一，不能刮胡子；二，要穿红色的内裤；三，不能吃软糖。应该是要穿红色内裤吧，对吧？对，答对。对吧？啊，非常棒！又轮到我出题喽。啊，你还有一题啊？那我还有一题。好，完蛋了。去年过年时，我胖了几公斤？第一个选项是一公斤，第二个选项是两公斤，第三个选项是五公斤。答案是二。为什么？因为五公斤可能对你来讲太多了，一公斤太少，所以折中两公斤。答错了。答错。答案是一公斤。真的假的？吸收不好。对啊，吸收不好。我要选这个头皮蜜粉。那我帮你帽子拿下来，因为它是头皮的蜜粉。好，让你的头发看起来更茂密，然后再加一点鬓角的感觉。你等一下笑出来，我刚刚忍得好痛苦。你太坏了。你准备好了吗？可以，我觉得我现在应该还 OK。我也觉得我画得蛮好的，有化妆的天分。以后可以请看，帮女友化妆哦，还可以啦，就是还蛮显色，只是没有涂晕的感觉。有啦，有天分，有天分。好，你准备好了吗？还没。接下来，那先让我笑一下。你不能直视我的脸。我真的不忍直视。来咯。好。哇，这个眉毛。眉毛。这个眉毛有点太夸张了。应该没有被画成这样过吧？很像小丑，但是它还蛮遮瑕的，把我一些这个。对啊，遮瑕力还不错。毛孔跟这个粉刺都遮掉了，很厉害。而且你涂了很多层。我觉得这个等一下应该很难洗。蛮高的，蛮高的。为什么高了五分？高五分，因为就是蛮好相处的。哦，真的吗？我帮你画成这样，你觉得我很好相处？对。哦，天秤座脾气都很好。那摩羯座？摩羯座你有了解吗？个性应该也蛮好的。当然，必须好。而且很有绘画的天分。对，我也觉得。你看他把你画得那么帅。好，那那个乔乔。待会我要去那个喝杯咖啡，你要一起去吗？那你要顶着这个妆一起去吗？好像可以耶。那我不去。啊，你不去，好，那先卸妆完之后再去。好 ，OK OK。好，今天很高兴认识你，乔乔。我也很高兴认识你。谢谢。谢谢。